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。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五轮，新疆男篮主场大胜，轻松晋级，但球队却有两名核心球员身背停赛隐患，与广东男篮的总决赛难打了呀。第三节中段，因为帮队友可兰白克出头，阿布杜沙拉木与辽宁外援哈德森发生争执，被裁判吹了一记技术犯规。至此，他已经累积了三次计犯，一旦在总决赛中再吃一个 T， 他将停赛一场。不敢想象，缺少本土核心阿布杜的新疆还能打赢广东。除了阿布都，还有大外援斯托克斯也存在停赛可能，因为在半决赛首战中撞倒赵继伟而被判违体犯规。斯托克斯已经累积三次违体，只要再有一次，也将面临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。作为新疆队的第一得分点和篮板保证，内线核心斯托克斯如果缺阵，新疆肯定必输。估计阿德江该为这两人头疼了，毕竟不像伤病满营的辽宁，新疆若也准备用单外援打广东，那纯粹是自找死路。好了，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